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振东在机场生活区割草，别的地方他无法靠近，那里有士兵把守。振东乘无人之机在马槽里下了药。几天后，装扮成兽医的胡进才被日军用三轮车带进了机场喂马治病。振东决定擒贼先擒王，和史村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就可以在全机场通行无阻。史村和振东聊起了当忍者的经历，还说起去潼关侦查时看见麦香冥婚以及在方娘家吃肉夹馍的事，振东目瞪口呆。彼女の資料か。はい。名前はトゥーライン、女、26歳。戸籍は三聖省の西町32。幼い時に父を亡くしており、7歳から18歳まで海援女子中学校に通っています。モンヘイリ理工学校の機械工学科を卒業しております。そんなことより、なぜ彼女がここに来たか教えてくれ。はい。空軍はその発動機は全てドイツ製であり、必ずドイツ型のエンジニアが必要で、半年に1回交換するとのことです。屈辱だな。これは日本帝国の屈辱だぞ。続けて。はい。彼女が今回来た目的は予備の部品の配達、そしてワニクータと半年仕事をするとのことです。彼女の実家はどうだ。はい、家は金貸しをしており、不良記録はありません。さらに我々と仕事上の付き合いがあります。いいだろう、今から行こう。以后遇上事儿，脑子多想想，想不出来想一百遍啊。その刀はいくらだ。这把刀多少钱？我只卖马，不卖刀。馬売る、刀売らない。この男に伝えろ。その刀が欲しい。いくら出しても構わない。队长急要刀，价钱由你开。多少钱不卖？你说不卖？这刀客的刀，就是刀客的命。我能把命给你吗？刀客命，だから売るない、馬売るだけ。
这年头刀和营生不好做，只卖马。这刀跟我分不开。この男と馬と刀全部買おう。一緒に連れて帰るぞ。はい。队长说，连马带刀带你都要一起要。你跟我们一起来。多少钱？いくらくれるか聞いてます。好きなだけくれてやろう。你要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都起来，干啥？这都一个个愁眉苦脸的，别回头让你们冲锋的时候站都站不稳啊！回睡觉去。这不是说睡就能睡得着的，他一个人在机场，谁不担着点心啊？你担心有啥用啊？要不我就说你们一个个都不成器。你们睡不着。你信不信他现在睡得直流哈喇子？信不信？啊！说不定这个胡秋日的。这会儿正打呼噜了，啊！就是嘛。这方振东，要是连个马夫都混不下去，那还炸个球机场，啊？是不是？是呀，那是。不担心，不担心。这下面就得看老胡听召唤了。很好的茶。空港を出入りする人間は、私が。这个机长的人，必须通过队长的面试，请见谅。我可以理解，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更应该严加审查。中国人には厳しく審査した方がいいとか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実家の銀行で片腕の男が働いている。どういう関係か調べろ。你家里的买卖做得很棒。今天队长看见一个端臂先生，他是你什么人？那是我三舅丁黑。你可以转告师尊队长，他如果想知道我家任何的细节，我现在都可以告诉他。もし彼女のところ、包括我家前院鱼缸里养了多少条鱼。鯉がいくついるかもしれます。はい。另外，请你告诉他。我现在代表的是德国军方派驻这个机场德国工程师。ドイツ軍に派遣されてこの空港の整備士です。わかりました。いい仕事を期待しています。好了，祝你工作顺利。谢谢。黄建东，队长找你，跟我来。
别乱干啊，走你的路。坐嘞，刘江，来你坐。站着是啥？他得罪死。你是哪里的？说不好吧？什么意思？我是3岁的时候被我师父捡去的，当时是在甘肃的武威，应该算武威人吧。武威那边有什么好玩的？曾家铺、白塔寺，还有登山村。要是没去过这3个地方，就等于没到过武威。那还有什么好去的呢？3套车呀。3套车？茯茶、腊肉、行面。猿の腰掛け茶と塩漬けの干し肉、美味しいです。当客とは何だ？陆江想听你说，什么是刀客？他懂个球啊！我跟他说，他能听得懂？你说吧，我懂。你这小子，要明白这是什么地方，吓了你，就跟踩死一个蚂蚁一样啊！彼は何と言ってんだ？ちょっと考えます。就是替人家押货送货的一个营生。比方说你有东西让我去给你送到哪儿，我给你送到那儿，只要这东西没少、没丢、没坏，你就得给我钱，这就是刀客。荷物預かって目的地届けてお金もらう、それ当客です。はい。こいつは人を切ってる。こうしたことがあるか聞いてくれ。はい。我们队长很喜欢这把刀，他说看得出来，这刀杀过人。既然是你的刀，那你一定杀过人吧？杀过抢我们家东西的土匪。遺族を切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当客に同胞はあるのか？队长，问你说，道客有没有道法？有。あります。さあ、見せてくれ。队长要看你道客的道法。以后遇上事儿，脑子多想想，想不出来想100遍。难不成我们刀客有规矩？什么规矩？出刀得见血。刀抜いたら切る血見る絶対です。刀客。気に入ったぞ。队长说，很喜欢刀客。
喂，喂，王建东，你在干啥呢？割草，喂马。马厩旁边也有草啊。这儿的草肥，一样。回去，回去。 元気がないじゃん。すいません。治ったんじゃないのか。いや、それが。はい。すいませんじゃないだろ。はい、わかりません。何言ってんだ。はい。おい、しゃがんでこいしゃ。 行了，切磋吧。哎呀，到底怎么样了？有个五六分的把握要多少钱？六七分，七八分把握吧。但是啊，你这个马它是个东亚马啊，这种东亚马呢，我头一回看见。你们这个东亚马跟我们中国不一样。你少废话，你就跟我说。 这马得了什么病？难不能治好？哎，干嘛呢？你大人，给多少钱我不治。哎哎哎！别！我去，50块包你治好。事成之后有你10块，你可这个山西大条件就没有第二个人能去治个病，这不是你自己看。 待久不待久，几天能治好？那就说不好了，一两天也是他，啊，三五天也是他，三五个月也……三五个月我就亏了，啊，不可能那么差的。待久不待久，好好好，我答应了，是时代了，但我要告诉你。 马治好了，你才能拿这钱；治不好，你就别想离开这个马场。我保证给你治好嘛。你。
什么时候把马看好了，我什么时候把良民证还给你，你马上去干活。馬が治るまで、あの男見張っとけ。はい。你好好干活。这个东西对我们太重要了，有了它，我们在中条山的伤亡就可以大大的减少。对了，组织上对你还有个要求，当然是在保证你安全的情况下。你说，只要是对我们有益的，我都会尽力去做。上次38军进攻机场失败了，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机场内部的结构、装备、布防，还有换防的时间等等这些情况，没有进行详细的了解。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里面有些地方我们也是不能到达的。少爷，可把我们给吓死了！这两天你在睡了啊？少爷，少爷，说说这两天都看见什么？他们咋样？好着嘞，好着嘞！哎，多亏你给那个古房太熟了，我才给两匹马抹上，穿草了。你赶紧说说。这两天你在这儿看见什么了？这么絮叨，赶紧把马看好回去。我不是过来看马的，你倒是说说呀，你看见什么了？你看着啥了，我就看着啥了，我没比你多少。比我走来这些天，这机场就是个四方块，但是它分了三层。咱这马圈算是第一层，你别说到最后一层的停机坪，你就连第二层的生活区你都进不去。你刚离油库近点，那碉堡上就开始喊话，你要敢靠近跑道，他就敢开枪打你。你说我还能看着啥？哦，什么没看见？我还以为要招呼人家动手了。别在这气我。
你们真是很辛苦，都是一样的。要是我也应该会挺想家的。 这个世界真是，我且不有啊，又都转到一块来了啊！还跟着个洋鬼子，他也是来，可谁派他来的？反正不是马队长，马队长没提过。万子清。 听得懂中国话的没有？啊，有，有。来，给我备两匹马。啊，好好。那个马夫，赶紧给这位外国先生跟小姐备两匹马。来，您来。您来。我有任务。 炸鸡场啊，那是最终的目的，还有别的？男的是谁？我的德国同事，工程师。哎呀，啊，炸官儿，马斌，你记得怎么样？啊，是这样。 我每改都制，挑那个两匹病得重的试了下，效果挺好的。报告します。本日の第一科目は四十キロ行軍、成果はまずまず、二名が脱落、規定通り一色抜きとします。第二科目は白兵戦の練習、成果は良好。第三科目は 格闘技術の練習。もういい。例の女技師はどうだ？今のところ異常はありません。実はもう敵の意識を感じているんだ。誰ですか？分からん。はい。とざじゅうしょ。 能说啥？就说了两句。一个是他找这干啥，还有一个就是那男的，是个啥？他的同志。同志？咋就还出来个同志了？他没说是修飞机的同志啊，还是炸飞机的同志？ 我哪知道？我都跟你说了吗？就说两句，你不是数。这个突然哟，不会是共产党吧？什么东西？这就是以前说的赤匪，那现在都不这么说了。共产党里边互相都称呼同志嘞。哦，那是就是。 那个洋人的那个党，哎呀，那是个穷人的党。这个世界上不是穷人多吗？那这党是干好事的还是干坏事的？我看马队长啊，就是个共产党。那就是干好事的。你
管他是啥呢，反正现在多了俩人，甭咱整这事儿。可你得跟他问清楚了吧？咋问啊？这些日本鬼子，着什么急呀你老？一百遍。 隊長隊長、お話あります。なんだ、あの男当客、危ない。目見れば分かる、絶対危ない。お前の目も危ないぞ。私の危なくないです。それ、あ、なんだ、お前は危なくないな。当たり前じゃないですか。 あの男ここに残すは危ないです。私信用してください。なんで中国人は中国人を信じてやれないんだ。中国人だからですよ。お前ここに残ってろ。後で後悔しても遅いよ。ワンジェントの馬外に出せ。どっちが上か比べてみる。はい。 队长想看看，是吉纳刀克的马快，还是大日本帝国骑兵的马快？我们队长让你上马，还不快点马？嫌なら乗らんで構わんぞ。だが。 正直的样子，中国国籍7年，初めて砂金に負けた。刚才可把我给吓坏了。尿了？擦个鞋儿就尿了。你咋去做那么大个袋子呢？有着他刀就上去了。 真要是撇下来。
打架呀，得讲究个气势，你琢磨琢磨，嗯，他要是想弄死你，你就跪在那儿叫爷爷，他也弄死，他又不想让你死，你咋的都没事儿。应该叫个啥叫？樊建东，进来一下。 干啥嘞？去来一下嘛，不好使。有错，确实。 队长让你坐，等什么呀？队长让你坐啊！快坐吧。今日はなぜ日本の馬が中国の馬に負けたかを聞きに来た。队长说，想听你讲，为什么会输给你？ 东亚马不可能跑不过中欧马的，水土不服。你能不能讲的具体一点好不好？这东洋马呀，是好，但是那只是在东亚。 这儿是中国，啊，打个比方吧，你像我们中国，分为北方人和南方人。这北方人呢，大部分比这南方人的个儿大，按理说这干活应该比南方人有劲儿，干得多才对。但是他一旦到了南方，不适应。先说白天呀。 这空气湿度大，这浑身全是黏黏的老出汗，随着人一出汗，这身子就发虚。到了晚上也是，屋子里潮，睡觉睡不好。来一单，我还没翻译呢。中国の馬に勝てないのは、啊，いい。はい。続けて。 没礼貌。说到哪儿了？啊，睡觉。他睡觉啊，他休息不好，啊，所以就没精神。再说这吃，这北方人呢习惯了吃面食，到了南方只能吃米，所以他吃的也不习惯，他饿得慌。所以说你看吃不好，虚，加上睡不好，他干活哪有劲儿啊？ 这马呢，大概也是这样。首先，他在东洋吃的草、喝的水，到中国全变了，他也不习惯，所以他跑不快。就像这个农民，他一没劲儿，他就耕不了地。这刀客要是没劲儿，这出刀就慢，所以这马要是没劲儿，他就肯定跑不快。翻译。
孙子兵法，他要看得懂中国书，他就能认得中国字。他认得中国字，他就能听得懂中国话。他要能听得懂中国话，那白天当着人，他还装模作样带一个翻译。这家伙太阴险了吧！咱得找个机会去试试他。しかし、中国の当客というのはなかなか面白いな。あいつは我々が中国では支持されないと暗示し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まあ、大方そんなところだろうな。だが彼の言うことも一理ある。将来ここを占領するためには彼らと親交を持った方がいい。彼らの考えをより深く理解できる。きちんと向き合って理解をし合えば必ず役に立つ。しかしあいつはそんなに頭が悪そうには見えませんでした。当客というのは普通の人間よりもたくさんの物音に触れることができる。なぜ私がこんなに奴らのことを興味があるかわかるか。あいつは3歳で当客になった。私は5歳で忍者となった。なかなか面白いじゃないか。哎，这是本啥书？啊，《孙子兵法》呀，是春秋时孙武写的一本兵书，专门教人打仗。教打仗？哎，哦，他打仗都要看咱祖宗的书，那说明这书肯定特别厉害。你想办法给我弄一本，还有，顺便告诉咱那帮兄弟，都踏踏实实的耐心候着。候着？候多长时间？也许一阵儿，要么到死。反正这回我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出头。那咋解扯？这个时间耽误不起呀！你看这个飞机每天飞出去飞回来，那飞机上全带着炸弹。万一把炸弹扔到中国人头上，不得又死多少人了？咱要是冒冒失失就出手，万一死了，他就不扔炸弹了。哎，小爷，你这个现在跟以前像换了个人一样，啊，又懂大道理。又能沉住气，你这是咋的了？你知道这个瘸子队长他是谁吗？谁？就是他，当初炸了咱潼关的重炮阵地，连万子清和马队长都弄不了的人，我能轻易的弄得了？这胆子小是胆子小，妈，我给你看好了，顺势给我结账来。要不，你跟皇军说说，把钱给我，我就走了。一家老小等你下锅嘞。你闭嘴吧。这皇军待咱不错，
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你还要干嘛呀？你老回什么家呀？回家就过那糟心的日子，在这待着挺好。那是因为你没有家。别老说那个啊，你天天说那个，人家哪天知道，把你家给弄没了，信吗？ 你咋去总是说这些废话？我真好奇你做的那个手脚，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精确的计算过，算上那颗螺丝的磨损度、膨胀度，以及皮带上的那个裂口，应该是在工作10到15个小时之间才会发生的异常情况，而10个小时之后的维修保养，不在我们这个班子。你真聪明。哎，杰斌，哟，掌柜，马冰记得怎么样？ 啊，都治好了。哦，听说你想这场走人？啊，那不是，当时说好的嘛。我给你这饼啊，50块钱，10块是你的，40是我的，对不？50？啊，别想了。队长很赞赏你的意思，你留在这儿吧。啊？啊，不不不不不，那。 那我带剩回去了。哎，你不是说一家老小当米下锅？要是你真的想家啊，好，我们可以把你的家人一起照顾起来。放心，我们对他们不会怎样的，需要吗？ 需要随时找我。小叔叔，刚才咱说的话，是从那狗日子全听懂了，要不然咋就会派这个翻译来了？ 读书啊！真后悔是我读过书啊！真后悔是我读过书，我是个读书人嘞。不一样，人家读书是不是被人对着的？你只能当点汉奸。これはただの事故です。心配いりません。これは事故なんかじゃない。 誰かが仕組んだことだ。検査記録によると時間からしてトゥーラインとは何の関係もありません。ちょっとあのドイツ人、あいつも怪しいぞ。明日からあの二人徹底的に張り付いておけ。警備の数も増やせ。今後基地内に 知らない人間が来たら全て私に報告しろ。これ以上基地内に死な人を増やすな。
看来就是没事了。This is the stupidest thing I've ever bled you heard in my life. Give us one day to do all these things right now. That is stupid. We cannot do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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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么回事啊？ 自从上次的飞行事故之后，他们要拿出三天时间对机场维修，其中一天留给我们修发动机，一天时间根本就不可能完成，除非不吃不睡。你们这帮人疯了！你必须执行。一天的时间确实是太紧张了，不过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的，请放心。 你疯了吗？为什么要答应他们？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你说好机会？命人计，范家计，空城计，莲花计。 三十六计奏为上计，哎，这就是三十六计。趁火打劫，声东击西，这他娘的也算兵法。啊，这个不是孙子兵法吗？这是后人按照孙子兵法写出来的三十六计。你咋没跟我说过这些？ 那早没跟我说过这些。那咱老祖宗的方法之咱，娘的一致一个准。多少计了呢？三十六计。行，从今天起，你每天给我讲一个计。那不得讲一个多月？ 没问题，今天下听哪一计？擒贼擒王，这计对我心思。擒贼擒王啊，没问题。以后你别管我叫小爷了，改个名儿，我得叫孙子。孙。 时时刻刻的提醒我，这孙子兵法，还有，在这儿，咱就得装孙子，这算三十七计。哦，我是叫你孙子啊，还是叫你孙子？ 当然是孙子。那坐呀，孙子。马夫。哦。给我们备两匹马。哦哦。哎，马夫，赶紧的，来来来来来。你出来帮我牵马。 飞机是你弄起来的吗？你猜就知道是你。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你老干这事，你让我们这帮大老爷们只能往后送。我告诉你啊，这里那个守备队长不好对付，平时别老往这瞎跑。我知道。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我。
我是想问你，在你心里，我跟炸鸡场哪个更重些？一定是炸鸡场。你有主意了？只要是能把鸡场给炸毁，不管做啥牺牲都是值得的。在我心里，把你。 子清，还有我答，加在一起，跟炸鸡场比的话，那也是炸鸡场更重些。这就相当时，你哥拿着枪指着你打脑袋一样。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的。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让给我行吗？你刚才不还说有我这样的女娃，让你们这些男娃都臊得抬不起头吗？咋又不服了？我知道你心里是咋想的。 可这事儿啊，不是随便拉个人就能干的。每个人的使命不同。我要是真能把机场给炸了，为了守潼关，为中条山的将士，为国家完成这件事，就算我死了，我也是笑着的。你也应该为我感到高兴。你赶紧离开这儿，带领你那帮弟兄，去找马队长、赵子清，到战场上去。 干点你们能干的事情，这边就交给我了。杜兰云的一席话虽很刺耳，可方振东还是听进去了，甚至他对杜兰云产生了几分敬意。是的。 为了炸毁机场，保卫潼关，谁死都可以。哎，刚才跟杜兰云那边都说啥了？小，宋子，宋子，咋急了嘛？说句话嘛！马夫。 杜兰云来了，快快快！马夫，来了，来了，来了，稍等啊，稍等，齐回来了啊！哎，好巧，这马一说的喊了，来来来，你不管你不管来，啊，咋去了嘛？你跟郑东你说啥了？没说啥。 他不高兴了。你这样吧，你下次你起码你别带那个男的来，还差劲儿嘞。杜兰云小姐，哎，来了。记得啊。这个杜兰云。 好像也不大对劲啊！他怕是真有什么主意对付机场了。你这两天留心听着点儿，这日本人都说什么？杜兰云跟你说事儿了？他先让咱走，把这留给他。走。 咱不能走，得守着他。万一出点啥事儿，有个照应。就是嘞，咱不能走。咱们来干什么的嘛？啊，这样大的事情，交给个女娃娃做，后生男人要臊死嘞。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 同意了你提出来的方案，但是一定要确保安全。为了把你们送进敌人的机场，组织可没少费周折，包括同德共方面的多次协调与沟通。我会在行动之前考虑好所有技术细节的。在行动开始之前，还需要再次向组织汇报，等组织确认之后，你们再开始行动。 这个。
是我行动之前所需要的东西，你找个地方把它埋起。好的。君は陸軍の中の学校の卒業だ。月山長官もですか？23期生。先輩、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忍びの者は守備隊隊長か。 大したものだ。言いたまえ。私何か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のでは。では先輩なので単刀直入に言わ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先ほどおっしゃっていた1日で全てのセントウキのエンジンを点検するということ、これは私の守備隊としての一意見ですが、いささか乱暴すぎやしませんでしょうか。 万が一、集中して飛行機の整備点検を行うというのは空軍本部の命令だ。逆らうことはできん。やめろ。君の言うのは自分の任務に自信が持て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は。自信が持てないのではありません。 責任の重さは重々感じております。ただ失敗が許されないのです。<笑>君は考えすぎだ。忍び者であることを捨て守備の任務につけ、特務機関であるまい。もう少し楽にしたまえ。できません。武士が一度気を許せば、それはすなわち命を落とすということです。 ここは内地ではありません。誰もが敵になり得る可能性があるのです。見たところ、君の先行はここから来たようだな。よかろう。この週の話はもうおしまいにしよう。他にない。ありません。ですが、先ほどのこと軍部に上層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それはできん。 もし君は守備の任務を重く思うなら、それに見合う準備をしたまえ。まさか空軍本部が君のような守備隊長任務を合わせるという理由か。やめろ。帰国したら君に月山家の刀を一振り送ろう。これはしまっておけ。ではな。 大佐、空軍との話は有意義ではなかったようです。申し上げません。しかし我々の任務は飛行場を守ること、それ以外はどうしようもできません。上は何も分かっておらんのだ、クソどもが。森本君、はい。君は任務に帰りたまえ。 脑袋里咋就想的？
只要成了朋友，我就知道他到底是个啥人，我就知道他咋炸的咱重炮阵地，他炸阵地之前他藏在哪儿。这个恐怕永远不会知道吧。 没事儿啊，他不是冲你，他肯定是心情不好了啊。他把火都发你身上了，他肯定是想家了。你跑的不错，啊。你想啊，他一个人在外边也挺不容易的啊。你可怜可怜他，别跟他一样。谁说我不高兴了？我问你话呢。你怎么知道我想家了？ 你说啥？谁说我不高兴了？你怎么知道我想家了？你会说中国话？陪我走走吧。哎。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那把刀吗？那是因为我也有一把和你的把很像，可惜我留在日本了。那是我做忍者的时候用的刀。你3岁被师父抱去当刀客。 我5岁被送去当忍者。这忍者是干啥的？和中国的刀客很像，只是不为有钱人押镖，而是替有钱人去杀人。这要是在中国，应该叫杀手。 也干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获取情报、窃取贵重物品。那你咋来中国了？当兵可以让我们过上好日子。我们家是给武士打刀的家族有600年了，现在配刀的人少了，家里的日子不好过了。看来甭管哪个国家的穷人。 下场都一样。你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吧？对，在东北待的时间最长5年。5年呐，中间没回过日本？没回过。你没成家呀？哈哈。 娶谁呀？你娶妻了吗？穷，吃饭都吃不饱，哪有钱娶媳妇儿？你们中国人太有意思了，没钱人娶不成亲，有钱的人能娶八房太太。我还见过。 活人嫁给死人的，你们中国管这叫冥婚，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我去年在潼关就看见过一个女子和一个死去的男人结婚，场面好隆重，所有的人都在街上看热闹，怎么没有看见新郎官啊？新郎官早已死了，这叫冥婚。那他不但学会了中文，他还去了潼关。那个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在粮站？对，满香跟我冥婚的时候咱俩就在粮站，没错。说这日本鬼子那个时候就学会中文了，还就已经到了潼关了。你说他们在提前多久做准备啊？去侦查，去摸地形，他说不定还吃过我娘做那肉夹馍呢，就更别提后宫那几门炮能找着能给他炸了，这一点都不奇怪。这把家伙是有备而来呀。我现在就想知道，你说他们跟咱有多的仇啊？花这么多心思去算计咱。哎，你就像我跟万福泰当初，我们两家有仇，我算计他了，我承认。那我也就弄了个商会会长干干，还是个名誉的。我没要他命吧？还是因为他事先害了我娘，让我们俩没过上好日子，我才算计的他。那你说这咱也没算计日本人他娘，他干嘛回头算计咱啊，害咱啊？还是说他对谁他都这样？他好像是跟谁都这样，当年跟俄国人打仗他也是这样。这帮王八蛋就是他妈欠干，不打仗他们不舒坦。行，这回我就让你好好舒坦舒坦。